过年要到了，真侪民众拢会到庙内点灯求平安。罗岗三山国王庙宇即马开始接受点灯，而且为着不爱造成信众的负担，每拍灯只要200块，而且阁会送一粒真有喜气的小猪抱枕，相当会好哦。旧历过年得要到了，嘛是信众开始点灯的季节，为着无造成信众的负担，罗岗三山国王庙伫点灯的部分，唔管是倒一种灯。一拍灯只收200块。咱三山国王是人民的守护神，今年度阮本庙嘛有优惠的办法，来按太岁点光明灯，每灯只要200块，送一个对年的抱枕，敬请各位大德提早来本庙庙内来灯。杨妙月表示，三山国王相当灵验。伊用真侪人拢认为三山国王是客人咧拜的神明，但是即马无分虾米人，大家拢会来拜，感受王爷的神恩。咱三山国王是咱关定的三级古迹，以前吼是咱拢由咱客家人吼咧来奉拜，即马吼都拢无分啊，才欢迎吼大家来咱三山国王拜拜，安太岁，点灯，咱吼三山国王也非常的灵验。大家吼来拜完吼，拢会有感应，欢迎大家。点灯保平安是一般民众的习惯，也是一种民俗的传统。透过点灯，让民众得到心灵上的平静和解脱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